大家好，我叫李路修，26岁，来自俄罗斯。请问现在几点？几点半？好可惜没有手机，我想看看。没有飞机，我可以不去吗？在这个节目的中，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，睡得很少，起来很早，没有自由，每天上课，好累。Okay, you're my best friend. Oh, ye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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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 yeah!做了一个举动，就是你上前去把他们对，当时我就觉得哇，很暖心。他们的今天的表演很好，但是我个人，我觉得我不够精彩。没有。然后我想感谢他们，他们一直帮助我扣写动作，没有他们我就都不会跳舞。真的是。OK。回在，他5点跟我一起跳舞。